心啊。我们先来介绍几位刚刚报道的贵宾哦，包括了我们刚刚因为意大利进的是变动哦，所以我们这些贵宾开始还是不安排后其他大家各位前辈多多的见谅哦。我们先来介绍的是罗福全大使夫人，前面听到欢迎欢迎接下来是我们的朴槿哲市长夫人，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另外是我们的张旭晨教授夫人，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是陈传月常务律师，是我们的永社前会长陈律师，非常谢谢，也是我们台大的常务理事。王佩荣律副司长，谢谢。外交部的王司长啊，谢谢王副司长。以及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王建仁副召集委员。社长，李社长，谢谢。台湾教授协会李秀士会长，还有我们台湾业界联盟林世嘉理事长。交通大学林明章院士，台湾文化医师林恒哲医师，自由台湾党洪敦立专员，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洪德仁理事，外交部国主司吴念慈科员，台湾教授协会张信堂秘书长，贵妇部许明辉姐姐。那我们两位贵宾请进来，我来说话吧。谢谢姐夫。台湾 EMBA 合唱团团长许立昌博士。李根威民主协会许俊龙秘书长，侨务委员会郭大文处长，我代表来代表林佳龙市长的郭辉文顾问。那好，我们两位贵宾再麻烦起来，让大家休息三十秒。萧龙来时间，萧泰然文教基金会陈秀丽董事长。我们体育组陈雨欣顾问，欢迎陈顾问。台湾独立建国联盟陈南天主席，陈主席欢迎。外交部国主席陈海清专员，侨务委员会杨嘉欣市长，欢迎欢迎。我们敬爱的萧慧香老师，你好，谢谢。雄狮旅行社裴新佑总经理。副代表邱泰元立委的赵坚医师，卫福部刘丽玲参事，欢迎卫福部。副代表台联党的赖正昌前立委，赖正昌赖委员赖校长，谢谢，欢迎。自由台湾党的骆建成专员，接下来各位贵宾哦，来到来这边贵宾，请安安静静嘞，好。就
接受的访问，记者问总统讲吼，伊乃当改变历史，伊会当，伊想要改变啥？伊讲伊想要改变当年1972迄阵吼，咱台湾就是讲迄阵应该讲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这样代志。这样代志有两个意涵伫内面，第一项就是讲，伫总统的心内面，联合国嘛是真重要的代志。真正真重要，所以伊来当改变历史，伊第一项代志就想要改变当初哦，咱退出联合国这样代志。第二项代志，伊要讲的代志是，就算伊即马做总统，真正要去联合国是真困难的一项代志。啊，毋是讲就安尼就免做。所以我头拄仔来，我讲我代表外交部，讲外交部嘛有关系到。啊，平常外交部只要冒出钱，希望吼会让吼对台湾有帮助，继续参与联合国。我想吼，要加入联合国，啊，拄仔副总统冒讲过是逐天我爱做的代志。所以，伫台湾安尼各位合作的情况以下吼，我相信伫未来吼加入联合国一定是有可能的代志。但是吼，我即摆伫外交部做代志，加入联合国毋是用快。加入联合国就是爱安怎去做，我会当甲各位报告吼。最近你敢有看到啊？美国的关系应该是讲，对历史来讲，咱毋捌甲美国的关系遮好。所以美国安那诶，昨下宣布尔，就是讲即摆有一个全球入境计划，伫外交部努力之下，即摆咱会当有甲美国一个全球入境计划，咱是全世界第七个。即马含德国吼，伊来即马，我要相信也会去。伫 WHA 德国的卫生部长第一届伫 WHA 发言，甲咱支持。含日本的关系吼，老大在伫遮，即马伫小大赛吼，会努力之下，咱含日本的关系嘛，毋捌有遐好个关系过。咱含澳洲，我嘛打去访问澳洲，嘛毋捌遐好过。即马都有新南向政策，台湾含新南向政策吼。东南亚的关系，可能蛮快也好过，所以我相信，逐天咧做，阿嘛伫各位帮咱之下，相信咱未来加入联合国，吼，一定会当美梦成真。好，安尼我今日讲安尼，真多谢，真感谢。赖俊凯，李秀莲，陈立忠同。
想当拢去，所以你到这个运动运动场里，一个多好吼，炸死来，所以炸死来吼，我一干嘛要去啊吼，一个炸死来吼，我上去啊，但是转身来做强度的炸死来之后，但是吼，为了这竞技，我们所以我们来了吼，你当多好啊嘛，多炸死，所以吼，我们吼看到这届有真高兴吼。诶，大会咧讨论这代志吼，我是知影讲时间越来越成熟了吼，啊有效就好，是足效的啦。一开始吼，伊讲是气球，啊，但是尾啊吼，伫外口甲你讲话，啊尾啊就大会内底甲你讲话，哦，啊所以吼，而且我全部一个到啥时阵吼，全世界拢感觉讲吼，我们台湾加油，世界有副总统是真难听的，全世界还是负面。所以吼、哦，你这个资源吼，啊，拄好我个转台成立迄个台湾体育运动协会，也是安尼，我嘛是搁继续。所以吼、哦，我去旅游不了吼，但是吼、哦，我交我一个粉丝啦吼，啊，我去一礼拜是十几遍啦吼，我去十几遍，啊，当然是吼，啊，进入台湾体育运动协进会以后吼。会使讲，阮大家要做这两项代志，足重要。就是去这个哪样讲，到五月大家去世界来做一个嘛。但迄阵我有做做个，我逐个开会吼，我已经讲讲过了。结果我结果是上少年的，我咧比赛，结果我拢去咱台湾咧比赛，所以我提议讲，咱来成立这个少年冠军方面，所以做到。联合国先生、联合国小姐是安尼产生的啦，所以一阵开始啊，有这个联合国先生两个休假，啊，我嘛真欢喜，足侪少年拢有回来，啊，所以两个就进会吼，会使讲，基本上来，会使讲产战经验，像产战的时候就是吼，卖掉各种东西，比如讲说，我讲难过，周围住很多问题，毕竟是我大哥帮忙。啊，各位啊，吼，广告都是迄个卫生司啊帮忙，哦，啊，再来吼，迄个超威啊帮忙，啊，广告都吼为这个主导主劳啦，把它抓到被动，把它抓到吼半主动，安尼啦吼，但是吼，卖股票一个恢复吼主劳啦吼，啊，这个我敢讲，所以我叫阮我是平时吼，我是在讲吼。啊，真歹做，真歹做，真歹做。啊，你若讲食这个也少，也是安尼啊。过啊，有较好。啊，上感谢是咱阿扁啊，吼，真总统啊，咱迄个总统啊，伊毋是总统，是第一阵吼，我大人吼，甲听袂吼。啊，迄阵吼，佫出面一个大人个感觉，啊，也即个伊也佫出面吼，啊，台湾出来吼，迄个人物啊，吼，啊，即个人物我做秘书长，啊，我嘛做出个。但是啦吼，包括是培养迄个其他游戏，啊，所以真欢喜吼。啊，今日看到今日这个盛会吼，有这么多人参加，我感觉讲咱台湾家族个项目，很刺激，是咱民主进步党执政了，机会过来啊，哦，所以吼，因为台湾做拍拼，当然政府会做一定的部分，啊，咱要肯定的，咱交所有朋友来做咱民间的部分，啊，哪里吼，不进步。再加上，如果公投啊能够出现，我所在台湾跟近九个国家，台湾该有的哪个，它的世界就是应该是也在做看国外的平台嘛，人家已经看起来了，大家两个小静蕾哈，大家很努力，还有蔡英文市长哈，也在做引导哈，这个台湾啊正向前进，他们很欢迎。社会部的副主任，掌声欢迎一下。我喜欢朋友啊，市长部的执行长陈明君小姐，哦，最漂亮的执行长。还有后面哈，也很重要，继续跟嘉庆你们说明一
来，咱每一道的斗阵哦，都有两张哦，一张是这个决议文哦，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协议会的集会决议文哦，大家有看到吗？哦，啊，这个决议文的后边哦，都有一张联署表哦，一定爱签，好不好？一定爱签，听讲是无签哦，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会场，好不好？哦，我要丢了，我要丢了，我签台湾就没出头了，没出头听好不好？签字好不好？华姐你做好不好？好，好，啊，等几个那些工作人员会去每一桌稍微把这些名单收集一下。那永先树先生待会也会为我们演讲。那在这之前，我们还要请一些贵宾跟我们讲几句话哈。这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台湾富嘉人的吴树明总召，我们请律师吴总召。谢谢，欢迎吴总召。各位贵宾，大家好。你大家吃饭的时阵，各位不能心烦。做一个医生，每一礼拜连续做三年。我哋感觸，分享而家，我哋是最能感覺，但是要做到少少。啊，我已經講完，先講日本，我已經開始支持大家發展世界的民族。啊，都話今日即係至少做到呢個結果，我已經當面支持大家。所以。每年来的泡面绝对是最辛苦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恶名真重要，咱的处境真困难，所以咱都要继续泡面，多谢大家。